猪肉瓷鸡，算猪梅花还是猪五花？这算猪五花？啊，梅花不是，梅花是介于里脊跟五花中间。五花一吃它会有疼，啊，梅花它就是长得像这样，有听懂吗？因为我们去买火锅料的时候，我研究了一阵子。所以我就都帮大家买了梅花，其实都是我想吃的。然后就有人拿了一盒里脊，然后我一片都没有，我有吃一片，都是超硬的，超难吃。